今天课上到这里，下课吧。陆江，包过来一下啊。不是，老师，我今天上课我挺认真讲的，我也没给你捣乱，你又理我干嘛？ 像，但也不像。你呢，可以把这张照片拿回家里，啊，跟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这个人。不，哎呀，我们家这张照片我都看了好多年了。照这么看的话，应该是。哎，我折了呀。啊，我不折。要这么看的话，那就是他。确定吗？确定。 是他，哎，照片还不完？不是，那你就告诉我，他在哪儿呢呀？这个我不能说的。这是人家的隐私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哎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得通过人家同意吧。那我发现你这人有意思，那你给我看照片什么意思啊？看照片你不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，你吊着玩呢？我给你看你这张照片，那是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。 哎，陆江涛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你呢，现在也确认这个人了，以后就不要跟着我在我班上捣乱了。哎，我说林老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我来这儿上课是给你捣乱来了。不是，你以为我跟这儿上课就为了要你能破照片啊？哎，那不然呢？还开玩笑，我就为了要这地址，我至于跟你上。 上这儿来，真逗你啊！觉得我给你捣乱了，我走，我不来行了吧？哎呦，还威胁我呀？来不来你都是你的自由，你随意。哎，你要是今后不来了啊，我还可以跟学校申请呢。后面的学费都可以退给你。行，这你说的啊。我真走了啊。哎呦，还威胁我？嘿，有意思，我这正好我不用念了，大半夜出来了。哎呦。 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拿着照片，到那林家他爸他们单位门堵去呗，就跟我跟我大哥小时候在集上筛人一样，一个一个过呗。总有一天啊，我能逮着他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我，哎，我说你哪儿那么多然后？我哪知道然后呢？你当然要知道然后了，不然你找他干嘛呀？你想想，你要知道你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吧？你又能怎么样啊？你能让他复活吗？不能吧？哎，不是。 那我也得找着他呀，是不是？我找着他，我哭一场，好吧？毕竟他是知道以前事儿的人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大哥，我说这么半天，那你倒说句话呀！你大哥能说什么呀？我还有好多问题呢。如果那个故意熊叔叔不是你要找的许叔叔呢？如果他不知道你妈妈的事情呢？如果他知道了，他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，他没法告诉你呢？ 行了，我们家事你少管啊。啊，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？难道你这辈子就为了这点事情？对，我这辈子就为了这点事情。大哥，怎么着？到底啊？我发现你这人，我接着找你。
爸，我知道了。妈的事先别告诉我，江涛，等他大了再说。他要是想找姓许的，你别拦着。全记住了。